大家好，我是王师兄，一个新手游《柳生传》。没错，一个新手游。好，那这边可以继续玩。那下面你可以使用一些技能。哦，一样自动战斗这样子。它这个游戏玩法还蛮简单的，不过我觉得还蛮有趣的，就是然后这种战斗，然后下面也可以放一些技能哦。这边，等一些头像可以加一些点数，这样。我真去打，OK， 他这边正好主界面哦，那这边就开始教你玩。我想你这边就可以穿一些装备，然后再进行技能的升级啊。对吧？那我们就继续哦，那就那么好玩。好，那这边你又去下一关这样子，我还可以变身呢，太帅了吧！哦，还要自动战斗这样子。哦，所以那个是吃一些水果这样子，好像有一些可以加一些点数这样。可以用一些技能。哦，这边有回城。点这个厨娘，你可以提升，就是让它升级这样，然后再对技能呢进行装备。我准备去战斗，这样。然后头像可以点一下。哦，这边可以改名，一开始就可以改啊。所以大家知道玩法了，可以用一些技能这样。谁手捉个最的手买的？就我说我呢，我怪美的。睡觉干嘛？张就赢了。帅呀！好，那这个就是游戏的玩法，好，所以大家参考一下哈。然后你可以自动战斗啊，就是说你要买它的至尊卡这样子。好啊，这是入版的新手游啦。然后你看哦，它头像这边有没有，你就可以一直加一些点数这样子。然后看那暑假这样子哦，然后下面可以用一些 skill， 哦，就是那么好玩，然后还可以自动战斗啊等等之类的。好啦，喜欢加订阅啦，我们今天这集的手游就玩到这边，那这边就继续给它挂下去哦，哦，然后当然你可以去组界面啊，你可以随时放弃挑战这样子。那你看一下组界面哦。
我、哦、还在靠。好啦，其实差不多这样子啦。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，很像挂机手的样子、喔，应该是、啊、它就是像一直这样打怪这样，那你可以得到一些资源这样子，然后你可以做一个这个商人的观看啊，领取一些奖励。那像有一些行赛跟他的技能，还有星座跟商城人的技能，那商城你也可以去购买一些东西哦、喔，像是商城人的金咒啊，哦，你可以看一下商城的一些内容这样子。还有所谓的一个新手的部分啊，技能的部分这样子，那再做一个技能的一个装备教学，这里，放这里，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就玩这边了，拜拜。哦，就这样，这边的系统，哦，那它就这样练等，我、哦、一直继续靠这样子。